中职一班五红阵青到烂，干话撩妹无极限。我这一次的拍摄是在脚还没有办法好好走路的状况下进行的。小的伤口的时候会冒那个水，随时要他也不能站太久，随时要注意他的那个脚能够起水缺水。中职一班五即将上映，随着红阵相遇回归，各种甜蜜 CP 线都出来了。我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公开，在大家面前肆无忌惮的，就是还卡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跟韦静讲的一个感觉，就是现在韦静接受了，对，怎样接受？不能接受，感觉我们做这件事情已经做了上千次、上万次，做什么万次啊？你讲清楚，就是吻戏啊。你觉得我吻起来怎么样？就亲完之后的感觉。怎样？左边肉是不是？啊，想把你吃掉了，这样子写比较文艺。但 special 的官配明明就是这一对。你也没有约我啊？你想我约你吗？可以都干话撩妹那种，那你有自己的一套，但这次可以讲。最幸福的数字是五五比哦，哈不，最幸福的数字是十。哦，最幸福 no， 最幸福的数字其实六，为什么？比一下。就是零，你比一下。不要，不要。没有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比一下。我前天跟我朋友去钓鱼。然后我们钓到一只好大的鱼，我你这确定是撩人还是揍人啊？我有学术上面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书。好，哦，你这个命不错，怎么看的？命中有我。